我是瑞泽格尔，黑暗圣堂武士的大族长，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星球。泽拉图跟我提过艾尔伦姓的事呢，我很难过。我是少数还清楚记得故乡模样的黑暗圣堂武士，虽然情势险峻，但命运依然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黑暗圣堂武士从来不曾忘记遭艾尔放逐的过去，也无法遗忘秘密议会对我们的恶性。不过你们已经不属于秘密议会了，而你们的英雄塔萨达的牺牲也让你们见识到，当黑暗跟光明的力量结合时，我们有多么的强大，多么的强大。可是大族长，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这里的虫族跟神族遇过的任何敌人都吃东西那个仲裁者，你说的对，但这里有果仁在沉睡的力量，可以完全清除夏普拉斯的虫族势力。很久以前，黑暗圣堂武士曾经在宇宙中四处流浪。我觉得画质蛮好的。我们在这个星球找到了一个古老的遗迹，决定留下来研究它。我们发现这个巨大的建筑原来是个古老的萨尔纳加神殿，用来纪念万物的创造者。神殿下方汇聚了强大的宇宙能量，如果能运用那些能量，那我们就该趁虫族还没准备好以前先动手。可惜我们还不能这么做。如果想引导神殿的能量，就必须先找到传说中失散许久的一对水晶。原版的也可以玩哦，对啊，原版的画质有差。乌拉蕴含纯净的圣堂武士能量，凯利斯则拥有黑暗圣堂武士的能量，同时使用这对水晶才能启动神殿的强大力量。显然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两枚下落不明的水晶。同意，但首要之物还是得对付神殿周围的虫族以及那两只脑虫。孩子们，正装待发，我们把邪恶的虫族逐出神殿。逐出神殿。年轻的圣堂武士，别忘了，只有黑暗圣堂武士才能杀死。有没有感觉我玩剧情跟刚跟巴卡打那个手术差很多？刚跟巴卡打真的是按超快的，打剧情都在养生，有没有？你看我在打剧情都在养生。话快说，执行官，我们侦测到两只脑虫，周围有许多孢子之血，我们会派出海盗机来瘫痪他们的。海盗机。Don't call it us. 需要我帮忙吗？英雄所见略同，我准备好了。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英雄所见略同，我准备好了。你们是不利用，全灭敌方啊，摧毁虫族脑虫。我们进攻吧，英雄所见略同。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是跟那个我们青海二在玩那个合作模式的时候，凤凰不是可以丢一个那个需要我帮忙吗？这个叫什么去了？海盗机可以出一个东西，什么电网，一模一样的东西。电网内是没办法攻击那个弗拉森的，然后弗拉森技能。那个东西一代就有了，这个东西是实用的、哦。这东西是实战中有可能出现的，英雄所见略同。可是他必须要盖那个航母那个舰，所以其实火后期才会出现。Don't call it us。英雄所见略同。连自己也会中招，正常好吗？那个。终于啊，
送我，你告诉我需要我帮忙吗？那个合作模式，那里面很多技能都是做开 OP。我靠，对吧？我有狗。阿东，偷你的。太恶心了。为了艾尔，就这么做。这恶心姑娘，是不是？是不是我准备好了。这个是努力的，这个是努力准备开战。这个是努力的，这个是努力准备好了。没错，这个是努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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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一狗，准备好了。当然啦，一刀一带一刀，五十一吧，看一下。是不是？四十。哦，那跟各代一样，各代。啊，我以为是五十，记错了。这个是不利用。用话快说，需要我帮忙吗？好，这个是不利用。你的战士正在被击杀。好极了。Adon Tomidas， 英雄所见略同。好极了。Adon Tomidas， 那这关应该是要用那个碳化火，然后空投我的兵过去。什么准备好了？你没有足够的计划。你没有足够的计划。是不是？没有足够的计划，你没有足够需要我帮忙吗？阿东，托尼达斯，他终于，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托尼达斯，话快说，他终于啊，英雄所见略同，我准备好了。话快说，是不是需要我帮忙吗？还是应该可以爆光的，自然。哎呀！我们进攻吧。拿到第几刀？这一刀砍得太帅了。用话快说，为什么准备开战？用话快说，是不是？是不是？为爱而生？是不是？用话快说，我渴望战斗。用话快说。这个是故意的，这个是故意的，故意的。高木，为爱而生。这个是故意的，你没有足够的计划。这个是努力的，这个是努力的，是不是？是不是？你没有足够的计划，放快说，需要我帮忙吗？我们正遭受攻击，这个是努力的，为了爱情攻打，放快说，这个是努力的，我们进攻吧，好极了，快说。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需要我帮忙。准备好了。这个是努力的，这个是努力的，需要我帮忙。这个是努力的，这个是努力的，荣耀之人是努力的，荣耀之人是努力的。用话快说，你没有这个是努力的，这个是努力的。这个是努力的，我两个挂了，大概有八个兵了。生生完成完成，为爱而生。你没有足够的计划。
泽拉苏里亚，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需要我帮忙吗？英雄所见略同。哈，终于呀、啊，泽拉苏里亚，兄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哇，这样我还要做亚劳夫出来运输机，那怎么去？我们进攻吧。这块好像还不能出神田，不然只用船比较好，就很方便。你杀住，飞亚顿尔达，是不是？终于呀，好的下注，是不是？是不是？我准备好了。英雄所见略同，快说！英雄所见略同。我们进攻吧，放快说。你是来做帮忙吗？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是不是需要我帮忙？哪里？工作必须不能开门啊！所以我星海二刚开始玩的时候，我是用没有用空门情况下打上最高阶级，那时候最高阶级是白级。我没有开过空门，我打上百级了。后来才发现，哎、欸，看他的兵力怎么长得跟我不一样？我看那个不知道是看比赛还是看，我发现奇怪，人为什么还是吕布嘞？好像看吕布嘞吧？啊，奇怪，看他的兵力怎么跟我长得不太一样？哎、欸，他兵怎么是那个瞬间在场上？后来才发现原来有空门。我是直接玩剧情，我没有打对战，我是先花好像三天半的时间打完所有的成就解完后，我才去打那个。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锋。你是谁？你们是谁？是不是？我有盖 VC。那我没盖到。是不是？有什么指示？泽拉斯古里达，准备开战！泽拉斯古里达，是在弄吗？泽拉斯古里达，升级完成。是不是？升级完成，完成。泽拉斯古里达，我们可遭受攻击，放快说。是不是我们进攻了？看得到啊，哼，可以吧？好极了，英雄所见略同，这没有用。
州的伊萨杜，高拉多拉的伊萨杜，维亚伦尔扎。这个凤凰根本就根本有成功跟没成功都一样的过去。你的战士是建造野州山的。斗阵资料片好像是偏那个剧情，偏单人的样子。我点好吗？以鼓励代替责备。升级的战士正在前沿行走。哇，他这个机体太帅了吧！人。伟大的神族，看到你们和以前一样充满活力，我就放心了。凯利根，你是来嘲笑我们的吗？嘿，别这么凶。我想你们不会相信我，但我不是来打架的。太可笑了，你真以为我们会相信你？这些虫族不就是你控制的吗？挺好，你杀掉的那些脑虫也是我的敌人。脑虫，如果你肯听我解释，就会明白。海利根，你是所有生物的敌人，你哪来的自信认为我们会和你扯上关系？因为纳泽拉图，我带来的消息关系到所有人的命运。如果你肯护送我到你的据点，我就告诉你我知道的所有事情。好吧，凯利根，我们就听听你有什么想说的，但我警告你，要是敢耍诡计，我们绝不留情。